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昨天讲到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什么是大圣？昨天做了一个解释，一句话，是已经断了妄想分别执着的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大圣。我们在经典中常常看到三贤十圣，三贤是指什么呢？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圣是指从初地到十地，地上的菩萨称为圣人，只有等觉菩萨才能成为大圣。下面我们接着往下说，说说祈堵觉山。这是一个山名，在王舍城的城外，也被称作灵鹫山。为什么称作灵鹫山呢？因为这座山呢有灵气，许许多多修行人都在此地居住，因此被称作灵鹫山。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法华经》和《无量寿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此地宣讲的，而且这两次法会参加的人数都是12000人，可见这两部经的重要性。现在呢，前面这一小段经文就讲完了，我们回过头来再把这段经文归纳整理一下。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向我们介绍释迦牟尼佛宣讲无量寿经这一会的时间、地点以及与会大众的人数，还有他们的身份。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经？是依据事实真相而说的经典，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个时候佛在王舍城外的祈堵觉山中，参加这次法会的大比丘众有12000人，他们同聚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大菩萨，都是圣人，他们都有超出常人的智慧，超出常人的能力。这些个大圣们对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理都明了了，都通达无碍了，这就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下面请大家继续往下看经文。七名曰：尊者乔陈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我要说一点，就是第一位尊者乔陈如，有的经本呢因为版本不一样，翻译的字音不一样，有的翻译成乔陈如，有的翻译成焦陈如。大家知道这两个你读哪个都可以，知道是一个人就可以了。我在这里呢就采用乔陈如。先说说这尊者是什么意思。尊者就是尊敬的意思，是对有智慧有道德人的称呼。我们现在通俗的说法就是尊敬的，就是表达这个意思。下面介绍一下乔陈如。第一位乔陈如是印度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明了的意思。乔陈如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以来第一个得度的学生。
乔春如就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前做忍辱仙人时，割接忍辱仙人身体的那个割地王，就是现在这个乔春如。乔春如的根性很利，佛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法的时候，乔春如就是五比丘之一。当佛说完四谛法的时候，乔春如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他是五比丘中第一个证果，第一个得度的。那么乔春如在本经排名第一，他一定代表什么？他代表这部经是佛所一切经中的第一经，此经是第一开悟、第一成佛的法门，把乔春如尊者排在首位，就是表这个法，就是这部经是一切经中的第一经，是第一开悟、第一成佛的法门。下面我们接着介绍舍利弗第二位尊者。舍利弗印度话就是身相美好的意思，特别是说就是他的母亲一定是一个身相美好的人，舍利就是身相美好的意思，弗是儿子的意思。他是佛陀弟子中的智慧第一，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被排在第二位。在这里他也是表法的，表什么呢？表只有第一等的智慧才能够明了这一部经，没有第一智慧不能理解这一部经。他是表第一智慧的。第三位大目犍连，印度话是大目犍连，翻译成中文是采书的意思，那个书就草字头加个书腹那个书。这个书是什么意思呢？书是豆类，说明大目犍连的一家他是世代务农，所以用采书作为姓。这个大是什么呢？大是区别于同姓。他是佛陀学生中具有神奇通达能力的第一人，简单的就说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他在本经代表学习这部经，受持这部经就能得到很强的能力，没有第一神通你不会发愿求生净土，你能发愿修行这个法门你就是第一神通。神通两个字的本意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不要错解神通二字的真实意。通是什么意思？是通达无碍，真正通达没有障碍了，你当然就肯修这部经了。神是什么意思呢？是神奇莫测，说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你能够相信真是神奇莫测。这部经里的神通，也就是此处的神通，是说你对这部经的理论方法境界都清楚了，都明了了，都通达了，这是非常非常稀有的，这是真正的神通。这个法门有多少菩萨都不相信，那你怎么就相信了呢？你怎么就能发愿求生了呢？你怎么就能老实念佛呢？多少菩萨都不相信，你怎么会这么相信呢？说明你是第一智慧、第一神通。这个可能有同修接受不了，我就是一个小凡夫，
我哪来的那么大的智慧，哪来的那么大的神通。在这里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你如果坚定不移地选修这个法门，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你就是第一神通。多少个人修这个法门，多少个人个个都是第一智慧，第一神通。和舍利弗和目犍连的智慧和神通无二无别，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真实情况真相真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不知道，你选修这个法门，你是第一神通，第一智慧。你看到一些菩萨罗汉天人，他们有神通，神通很大，可能你还很羡慕他们。其实他比起你选修这个法门那差远了啊！真实情况真相真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不相信，不要不相信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罗汉天神他们确实有神通，而且神通很大，但是有一条，出不了三界。罗汉菩萨神通那么大，他不能明心见性，所以说那些声闻缘觉菩萨看到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相信吗？这些个声闻缘觉菩萨非常非常佩服你，他们自叹不如啊，觉得他们远远不如你。所以说你发愿求生净土，老实念佛，你这一生就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这是第一神通。和天人罗汉菩萨们的神通是不可比的，他们比不上你，你相不相信？所以说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所以真正的佛弟子接受这部经典之后，真的清楚了，明白了，真修了，信愿行真的升起来了，你会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护念，你会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但是有一条，你必须是真修，假修不行。如果你是假修，随风唱影的，就像滥竽充数吧，那个不行。诸佛菩萨不护持你，龙天护法也不护佑你。只要你真修，就像经上所说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你选择了这部经，你必得十方诸佛的护持。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迦摄，印度话叫迦摄，翻译成中文是引光的意思，引就是饮食那个引，光明的光，引光的意思。这是赞叹他的光明超过别人的光，就是别人的光比不上迦摄的光。迦摄呢，他是出生在一个大富贵之家，但是他是佛陀学生中的苦行第一，他是修苦行的。这位迦摄尊者，他是禅宗的初祖。大家都知道，佛拈花示众，迦摄破颜微笑，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迦摄尊者在这里作为上首，他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念阿弥陀佛是最高的禅功。他是禅宗的初祖嘛，所以迦摄尊者在这部经里代表的是念阿弥陀佛是最高的禅功。这个大家可能一听就明白了，因为他是禅宗的第一代祖师，所以他在此经中
表示禅静不二。确切点说，就禅和静是一不是二，不要去分别执着。禅是释迦牟尼佛传给迦摄的，他是代表宗门啊，不说宗门教下吗？迦摄是释迦牟尼佛传法人，他是代表宗门。我们中国有大小乘佛法，一共是十个宗派，禅宗属于宗门，除此之外的其他九个宗都称为教下。教下是阿难尊者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知道了迦摄尊者和阿难尊者这两个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法之人。他们两个人在这部经里同时被列为上首，意义不凡，代表全部佛法皆在此一经之中。这句话特别重要啊，就是两个人在这部经里同时被列为上首，是代表全部佛法皆在此一经之中。因为一个代表宗门，一个代表教下，你说是不是全都包括在内了？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阿难啊，印度话叫阿难，中文呢是庆喜的意思，就是庆祝欢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佛成道的消息传到他家里时，正好是阿难出生。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最小的堂弟，所以用庆喜为名。阿难出家以后，他是佛的侍者，他是多闻第一，在此经中他代表是教下，他是佛经的总编辑啊，这是我们现代化来说，是吧？佛经总编辑是谁？是阿难尊者。在阿难的后面还有个等啊，看经文不要忘了还有个等。这个等是什么意思？指在座的还有其他很多位的上首，没有一一列出名字。列出名字的这五位是七宗的代表，所以用等来代表的。我们再说说上首，上首就是坐席的上位，也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听众的前排。再具体说一点，就是贵宾席啊，这个说大家都能听得懂。嗯，上首就是座位的坐席的上位，听众的前排，也就是贵宾席。上首所列的这个名字含义很深，为什么单列这五位尊者的名字呢？它有很深的含义。这五位尊者个个都是通家啊，注意这个，他们都是通家，是每个弟子均标榜一门。通常舍利弗是代表智慧第一，那大家说难道他就没有神通吗？不是，哎，因为他代表智慧第一，这是他的最长项，就每个弟子标榜一门嘛，所以舍利弗代表智慧第一，他仍然神通各个方面他是全都具备的。我们不要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举七专长是表法用的，其他上首也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有神通第一啊，等等等等。佛举出这些个人作为上首，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部经的特色和其他的经典不同，它有特色，这个特色就代表了这部经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下面再说一说，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这部经所列举的上首有特别的地方，特别在哪儿呢？就是以乔琛儒列为第一，这在其他的经典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唯独此经乔琛儒被排在第一位。佛在这里要表什么法？大家想，乔琛儒是佛弟子中第一个成道、第一个正果的阿罗汉，他是佛的第一弟子啊，第一弟子。佛在告诉我们，无量寿经是第一开悟的法门，第一成佛的法门，以此经典修学的既是如来的第一弟子。我们听了以后是不是信心满满？我们选修无量寿经，选念阿弥陀佛，你不要小瞧了自己，你现在就是如来的第一弟子。宗门教下修行的方向目标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没说的，是一致的，只是是手段不相同，方式方法不相同而已。大家都知道宗门是直接从放下万缘入手，他不上课也不用教科书，是直截了当的放下万缘，恢复自性的清净心。所以他用观心，用参话头的方法，这些方法很特别，要根性很利的人才有能力修学这个法门，中等根性以下的人在宗门就不得欺门而入。我再说一遍这句话，要根性很利的人才有能力修学这个法门，中等根性以下的人在宗门就不得欺门而入。这是宗门的方法。再看教下，教下是用教科书教学，经典就是教科书，比如说我们现在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它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由浅而深，由事而理，由相而性，循序渐进。像教下所讲的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它是一步一步像楼台阶一样向上推进的。阿含相当于佛教的小学，方等相当于中学，般若相当于大学，法华、华严相当于研究所，这是次第教学法。教下是阿难尊者传的，所以一切经典是阿难尊者集解的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阿难也是禅宗的第二代祖师。大家听了这儿是不是有点奇怪，阿难怎么能是禅宗的第二代祖师呢？确实是这样的，可能以前我们听经没太注意，因为世尊把禅法是传给了迦摄尊者。刚才我们介绍迦摄尊者的时候已经说了，迦摄呢再把这个禅传给了阿难。所以说宗门教下是一不是二，
目标方向完全相同，只是教学的手段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宗门教下处处指挥，归到第一念佛法门。这么说应该是层次很清楚了，大家就了解了。这一段经文呢，因为就是几位上首的尊者我们介绍完了，下面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再给它概括一下。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样概括，他们的名字是尊敬的乔晨如尊长老，他代表此经是第一法门。尊敬的舍利弗长老，他代表此经是第一智慧。尊敬的大目犍连长老，他代表此经是神奇通达第一。尊敬的迦摄尊者，他代表禅宗。尊敬的阿难长老，他代表禅宗以外的教下。这一段经文列举了五位尊者为上首，表明《无量寿经》确确实实是显示佛法的全体。这就是上面一段经文的概括和总结。请同学们继续往下看经文。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阶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先看看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普是表遍一切处，我们平时都说普遍普遍，这个我们都常说，这个普是遍一切处。这个贤呢是最妙最善，这位菩萨的心愿行及身口意无一不平等，普遍对一切人事物真诚纯一妙善，所以称号为普贤。菩萨是印度话，是说对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了的人能称为菩萨。菩萨是印度话，是对宇宙人生真相明了的人才能称为菩萨。普贤菩萨在本经中代表秘境不二。再说一遍，普贤菩萨在这一部经里代表秘境不二。我们从菩萨表法中可以看到，这部经正像我前面说的，确确实实是显示了佛法的全体。普贤不但代表华严的行门，而且他是密宗的开山祖师。我们这个世间的密法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是在释迦牟尼佛灭度600年以后，由龙树菩萨传下来的。那龙树菩萨又从哪里学来的密法呢？是龙树菩萨开铁塔，遇到了金刚萨埵菩萨，金刚萨埵菩萨把这个密法传给了龙树菩萨，然后再由龙树菩萨传到了人间。那这位金刚萨埵菩萨是谁呢？就是普贤菩萨。现在听明白了，密法是龙树菩萨传到人间的，是从普贤菩萨那里传下来的。所以普贤菩萨不但代表华严宗，也代表密宗。由此可知，华严是密宗的显说，
密宗是华严的密说，显密不二。我们从前面说的这一段可以看出来，佛法是一不是二。这部《无量寿经》是华严的精髓。古德曾经说过，说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都在此经之中。黄念祖老居士，他是金刚上师啊，密宗的金刚上师，他在传授密法时第一个要求学密的人读《无量寿经》，是不是大家听了又一次震惊了？嗯，黄念祖老居士传授密法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学密的人念《无量寿经》，受持此经，这个它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密法的精髓嘛。所以普贤菩萨在这部经里代表静密不二。我说了几个不二了，等听完了以后大家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越看越懂。嗯，就是普贤菩萨在这一部经里代表静密不二。为什么？这句阿弥陀佛佛号是无上的密咒。注意这个词，无上，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密咒，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咒语能超过这四个字了。它是密法的总纲，可惜知道这个事的人实在是不多。如果不是密法的总纲，往生持名念佛往生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啊？这么长的时间，从古至今念佛往生的可以说无量无边，不计其数。不往生就不能跻身成佛，往生才是真正当生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深入经藏之后，我们才了解了这一个事实真相。过去我们听经可能是没有完全听懂，如果通过这次讲解大家能把这个要点抓住了，那你今生成就是非常有希望的。想当年呢，我佛门的第二位老师十五世香根喇嘛教活佛告诉我们读无量寿经，当时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密宗的金刚上师怎么不教他的弟子持咒而教他的弟子读无量寿经呢？当时确实不理解，这个以前我曾经说过，今天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香根喇嘛教活佛是一位真正的令人尊敬的有修有证的佛门大德。下面为同学们介绍一下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这是印度话，翻译成中文叫做妙吉祥。妙吉祥的意思就是能够明心见性。他在菩萨中代表智慧第一，表示能够欢喜相信本经所说的道理与事实，就是有大智慧的人啊，他是表这个法的。如果说能够欢喜相信本经所说的道理与事实，就是有大智慧的人，他在本经代表禅净不二，又一个不二啊。文殊师利菩萨在本经代表禅净不二，禅就是净，
古德说，这一句阿弥陀佛，教包括了，禅包括了，密也包括了，这是佛门修学的几大纲领，几大纲领都包括了，其余的无所不包。所以阿弥陀佛确实是大总持法门，没有一法是阿弥陀佛之外的，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纲领，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法门都念到了，一个也不漏。这几句话一定要听明白。哦，我再说一遍，阿弥陀佛确实是大总持法门，没有一法是阿弥陀佛之外的，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法门都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尤其是最后一句，一个也不漏。过去我们经常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实在说，这个一到底是什么？这个一切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完全弄明白。现在呢，我们明白了，这个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一切是什么呢？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这个我们确切的明确了，一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一切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圆满的包含了整个一切法，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如果再说详细一点，这个一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部无量寿经概括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得到这一部经可以说就是得到事出世间一切法，希望大家要认真受持，不要再被其他的法门所动摇。说到这儿呢，我还得多说几句。说什么呢？就是说，现在84000法门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修学佛法的同修们究竟做怎么样的选择？这个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任何人不能干涉，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近20年来，我们的净土念佛法门，特别是这部《无量寿经汇集本》，真是20多年来被批评、被批判，一直是没有停歇过。因为老法师从李炳南老师那里接过这一部《无量寿经》之后，老人家这一生他不会改变的，因为老人家说这是他老师教给的，老师不会骗他的。所以我记得老法师曾经说过，他说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放弃了《无量寿经》汇集本，我也不会放弃，因为这是我老师教给我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确实深有感受，因为我2000年那一年接触到的第一部《无量寿经》恰恰就是汇集本，而且我听了《无量寿经》的光碟以后，我认真的开始读这部经典，
真是爱不释手，一直到现在，从2000年开始，18个年头了，将近20年了吧。这部经我是从来没有舍弃过。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我受持这部经，念这句阿弥陀佛佛号，亲近上净下空老法师，这么多年来也是饱受了磨难，但是好在我的定力还可以吧，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为什么在这里要说这么一段，我就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接触到佛法。如果这些个人当他们一旦接触佛法，他所接触的佛法是正法还是邪法，对他的一生修学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有些个人自己对这个佛法不是太明了太清楚的，但是他就用自己的知见，我们说如果说邪知邪见可能对人有点不尊重，但是呢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一个没有入佛门的人，或者是一个刚刚迈进佛门的人，如果我们去拿自己的知见去给人家指导，你把路给人家人引错了，你真是断了人家的法身慧命，而且你有造作了极大的罪业，你最后很可能要去金刚地狱。你说这个事情多么严重，我们是不是应该引起重视？因为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亲身经受，亲身经历，我有深深的感受。因为你比如说我学佛有人反对啊，有人说我应该学什么学什么，你比如说我是党员，有人劝我退党，在这里我可以公开的跟大家讲，我曾经6次被人劝退党，我每次我都是这样说，我从入党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想过退党。我受持无量寿经以后，别人反对我受持这部经，而且态度是非常激烈的，我没有为这个所动摇，我仍然坚守我的阵地。但是我就想，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干扰，没有什么破坏，但是对阻挠我读这部经的人，阻挠我修这个法门的人，阻挠我亲近上界下空老法师的人，他们造作的罪业实在是太大了。也可能我现在这样说人家听了不服气，你们算谁呀？我说我们就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想今生了生死出轮回的人，别的确实是不是啥。所以我现在面对镜头跟大家说这一番话，我就是希望我的同修们不要轻易的给别人指路。如果你确定无疑知道你的路是对的是正确的，你是正知正见，我劝你不要保守，你可以指导别人。如果你自己还没整明白呢，你就去指导别人，真的是误导众生，误导了别人也害了自己，真的要引起警觉了。所以现在这几年刮了好多好多风，一阵风就拿净土修学的同学们来说，每刮一阵风都有一批人，不是几个人，都有一批人会被刮跑了。有的老菩萨们已经修学净土念佛法门20-30年了，甚至更多一点30-40年了，没有经得起这个风吹草动，一阵风吹来动摇了刮跑了，放弃了无量寿经汇集本，甚至是放弃了念佛法门，
甚至是改换门庭，不修学佛法了，修学别的宗教去了。我不是说反对别的宗教，因为你们从我每次谈话当中，你们都能体会到，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不谤任何法门，我也不谤任何宗教，因为这是我老师教我的。上殿下空老师教给我的是世界宗教是一家，我前两天讲的吗？实际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中把所有的宗教全都包括在内了。我在这里说的是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老菩萨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定住啊！如果我一定要改换，我希望你改换完了之后，你比如说你有选学别的法门了，你一定要坚守那个法门，坚持到最后，中间不能左右摇摆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摇摆徘徊了。这是我对同学们的忠告也好，劝告也好，我是说的真心话，大实话。所以你选学了这个法门，我劝你不要再被其他的法门所动摇了。下面我们接着往下说。文殊菩萨过去是七佛之师，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学生无量无边的学生都早已成佛了，文殊菩萨现在仍然留在菩萨的位子上，表示什么？文殊菩萨的大慈大悲，他要帮助大众，他的愿力不可思议。这个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本来他早已经就成佛了，他为什么现在还要留在菩萨的位置上？表明他的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他的愿力不可思议，真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下面接着讲弥勒菩萨。弥勒是印度话，中文的意思是慈氏，慈悲的慈，姓氏的氏，慈氏，这是他的姓。他的印度名字叫做阿逸多，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无能胜。他的名字阿逸多翻译成中文就是无能胜，合起来就是他的慈悲没有人能超过他，能胜过他，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弥勒菩萨具足了大慈大悲，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能超过他。他现在是菩萨，将来下生成佛。将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再过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下生成佛。来到咱们人世间，也就是娑婆世界，成为贤劫的第五尊佛。他是无量寿机的当机者，可见他的位置的重要性。因为他是当机者，我们读无量寿经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叫弥勒菩萨将来护持念佛法门，可以想象，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菩萨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佛，你说他弘扬的应该是哪部经？是不是一定是这部无量寿经？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贤劫中啊，一共有1000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位，弥勒是第五位。原来的位置应该是弥勒是第四位，释迦牟尼佛是第五位。为什么他俩的位置颠倒了？很多同学都知道，
就因为割力王割截忍辱仙人的身体，使他的忍辱成就了，所以他的位置就提到第四位了。那千尊佛要在衔接中出世，那就是现在前四位已经出世了，第五位还没有下生，那就是还有多少呢？996位代理佛，就是等待成佛的，就是后补佛吧，应该这样说更准确一些。这1000尊佛，谁是最后一尊呢？韦陀菩萨。那大家都非常熟悉，韦陀菩萨是第一大护法，那韦陀尊天嘛。韦陀菩萨是千佛中的最后一尊佛，将来这1000尊佛没有一尊佛不是弘扬净土法门，不是弘扬无量寿经的，不是弘扬念佛法门的。所以你这样看，现在第五尊佛还没有下生，将来的996位佛来到娑婆世界成佛，全都是弘扬无量寿经，全都是弘扬净土念佛法门。从这里能不能看得出无量寿经多么殊胜，念佛法门多么殊胜？下面我们说说什么叫衔接。这个节呀，是古代人计时的单位，有大中小三种计算方式。以我们这个世间人的寿命来说，最长84000岁的标准，每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然后再从10岁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样一加一减是一个小节。注意了，这么一加一减呢是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为一个大节。这个时间多么漫长，我们数学学得好的你计算一下。所以这里的节呢，是指的是大节，我们平时称作大时代，把这个大节称作大时代，就是衔接。衔接在这个大时代里，有1000尊佛先后出世，现在已经出世的已经是4尊，都是哪4尊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已经出世的佛有居留孙佛，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是居那含牟尼佛，第三位迦摄佛，第四位释迦牟尼佛。将来要出世的如上所说的弥勒佛，以及现在参加这个法会的菩萨们，将是另外先后在此世间出世的996尊佛。所以说在这个大时代里有这么多佛出世，这种现象是非常稀有的，所以称为衔接。下面我们把刚才讲的这一段经文再给大家归纳整理一下，就是这一段经文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可能说了，刘老师你不说佛经佛说的没有意思吗？是的，但是现在我要给大家讲这部经，就得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所以我刚才用的是我把这一段经文解读一下也好，归纳整理一下也好。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为什么非常重要？我把它归纳整理完了以后，我接着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段经文所表达的是，是吧？还有普贤菩萨
在此大会中代表静谧不二，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禅静不二，弥勒菩萨代表当来的乘船，以及衔接这个大世纪中先后有996位将要在此世间出世成佛的这些菩萨们都来参加这一次大会。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说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这一品经文是这部经的开端啊，开篇非常重要。这个可以看出这个无量寿经这一会法会的规模，我们用现代话说叫规模，规模之盛大。从哪儿可以看得出呢？一是参加的人数12000人。我们经常读佛经的同学们可能知道，其他的佛经绝大部分都是1250人聚。我所读的佛经读过的无量寿经是12000人，法华经是12000人。就是这从会议这个法会的规模参加的人数来说，这个法会是极其殊胜的一次法会。无量寿经能在这个法会上宣说，那是说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否则释迦牟尼佛不会选择那个时机来宣讲这一部经。再说从参加这些法会的，比如说上首列举的这些菩萨们，以及后来刚才我说的这些菩萨们，大家都非常了解，这都是知名的大菩萨大圣者，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地开端就可以看到这部经是极其重要的一部经。然后咱们继续往下讲的时候，涉及到更具体的一些个理念也好，事实也好，让大家心服口服。如果说有的同学现在还有点左摇右摆，我相信当我把这部经完整的讲完之后，可能你的定力就会大大的加强的，就不会再继续左摇右摆了。我真的希望选择了这部经的同学们一定要持诵到底，一定要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佛号。在这里我提醒同学们，抽时间把师父老人家最近讲的第5回大经科注到现在讲到第7集，最好是能从头至尾听一遍，或者听更多的遍。我觉得师父这回讲的不单是问题讲透了，而且是彻底的透了。如果这一把我们再不珍惜，再听不懂，可能这个大好的机缘就要被我们错过了。如果真是错过了，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现在每次我都强调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啊，根据同学的不同选择，你比如说我是听经的时候比较多，听经也好，念经也好，念佛也好，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这几个最最重点的问题，千万不要放手，不要放松，不要懈怠。留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不会太长，比如说我今年74岁，假如我能活到100岁，那我还有20多年的时间，是不是这样？20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呢，你可别想我还有20-30年呢，那样想就耽误大事了。希望同学们认真的读经，认真的念佛，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轮回，回到我们本有的家乡西方极乐世界。
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